我小时候养那个，以前不是有流行过汤姆太郎那种老鼠？以前我好像高中啊、国中的时候在流行养三线鼠啊，什么老公公鼠。然后那时候我姐就和那男朋友就各养了一只。家长觉得那里老鼠很恶心，叫他不要养，所以他就把那个老鼠给我姐，然后我就跟我姐一起养那个老鼠，然后没多久就发现那老鼠怎么生了，他就一直生，他就最高峰还生到了11只，后来就是他都一批一批在养，他一次就会生4只、4或5只，他一直生，他就总共生了2批吧，然后我们就啊怎么办，把它分开养。然后呢，因为小时候没有那么多钱可以买笼子，然后又一直狂生，又不知道怎么把它分开。然后呢，我就把他们的第一批孩子先把那两只装在笼子里。后来我有一天在喂老鼠吃饭的时候，我就去关笼子的门，然后我去喂饭的时候，老鼠已经不在笼子里，我就不老鼠嘞，然后老鼠全部就冲出来，然后我就看到那个老鼠在我们家楼上在那边乱窜，我说怎么办，我要抓它，你看我要过去的时候它就躲掉，怎么办，老鼠不见了，我要被我妈打死了。然后我就我被我妈打死了。反正我就是为了抓那个老鼠，然后我就设下陷阱。你设下什么陷阱？我就在地板上到处撒饲料，然后让老鼠出来吃。我先关暗暗的，我就把灯关掉，然后我就撒饲料，撒那个向日葵种子，我撒在地板上，然后就想说啊，把电灯关掉，它就会有味道，然后跑出来吃。好啊、然后我就一整个晚上就在那边埋伏，我就躲在那个楼梯间那边，然后就看地板上，只要地板上有这个声音，我就知道老鼠出来吃。这时候我就不开灯过去，直接徒手抓老鼠。哦，很庆幸的是那四只全部被我抓回来。哟哟。可是呢，我就把它装回同一个笼子之后，我发现他们不认识对方了，可能他们沾了一些外面的味道，那四只就一直狂咬对方，我就啊怎么办，然后我就这下子只能把他们分开了，可是又没有笼子，所以我就把我们家的柜子全部清空，每一个衣柜都放一只，就放一只老鼠。衣柜？对啊，衣柜。那是楼上没住人啊，所以你就把它养在衣柜里。对啊，然后一个抽屉面养一只。对呀、啊，那衣柜拉开之后就撒满那木屑。好哦，然后你可以想得到，然后里面就养很多老鼠。真的，你那衣柜不是臭臭的吗？对啊，衣柜最后都丢掉了。重点那是房东的衣柜。哦，所以那是房东，你那时候租房子，他本身那是别人的衣柜。对啊，那是房东的衣柜。那时候房东还要放那个桌子在那边，我也把桌子全部拿出来养老鼠。你好棒哦，然后你妈不知道？我妈知道。你妈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她说你最好赶快把老鼠弄起来。哦，这是一个小时候把老鼠把仓鼠养在客厅里。嗯，对啊。哦不，仓鼠不见了，那怎么办？那个把身上撒在客厅的地板上。哦。好，影片结束咯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可以按一下订阅，还有喜欢也可以订阅我们的副频道。有没有发现这一集非常的短啊？哦，我来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。在录了 ，Yep。最主要是因为我弄丢了皮夹，对，然后因为我皮夹里面我所有的银行卡，还有所有的证件、行照、驾照都在里面，然后我们就跑了很多地方办，然后我的 iPad Pro 键盘还摔坏了，你看它断掉了，而且这个是修不好的。再见了，键盘的耳朵。它这个已经摔坏了，所以我这个不能用了。喂，这个很好用，它就掉了。还是断掉了，也不能修了。所以我就拿我旧的这个是没有触控面板的，所以我现在只能用这个。然后小美的钥匙断掉了，我觉得最近有点夸张，小美的钥匙也断了。那钥匙嘞？钥匙在这里。喂，它只剩一颗头，它头嘞？哎，头在里面吧，我懒得拿。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皮夹弄丢啊，因为我第一次弄丢皮夹，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哈哈哈。我们弄丢皮夹的流程就是，我和小美那天早上，我们不是很早起来吗？对、啊。一早起来，然后就发现皮夹昨天不见了。
弄丢了。然后我们就去派出所弄三连单，第一时间打电话去1996吧，去注销我的身份证，不然人家就拿着我身份证去，嘿嘿嘿。反正我们先注销身份证，然后我们就到户政事务所。对，去补办了身份证，我觉得很蛮厉害的。他身份证是当场补发给你，然后他说只要身份证补发，旧的身份证就是直接当场注销，就是他说旧的身份证已经没办法用。我后来又去健保局补了健保卡，我漏掉了一点，我们还去拍照片，我还是用快洗的，连底片都没有，就是拍四张，可以弄证件就好了。我们还去各家银行，因为我所有的银行卡都不见了，金融卡、信用卡就全部都去银行全部停掉。之后又到监理所去，我的行照、机车的、汽车的，然后上面的大头贴都不是我年轻的样子，就是我现在，你知道我的驾照，我驾照上面原本是一个我十八岁的样子，十八岁中分头。我的机车驾照是我十八岁的样子，然后汽车驾照是我20岁的样子吧，还是19岁，我忘记。青春已不复返。结果现在上面都是27岁的老男人。我现在正我所有的驾照上，27岁钓竿男。我所有的驾照都变成钓竿和一个老太的肥仔了。喂，好讨厌哦。而且你看，因为一直在台南弄丢的，然后办证件，所以对晒伤了。很痛哎、欸！我那天因为很严重，我那天出门都来不及穿外套，我就皮包弄丢了，就马上开始跑出去。我们从早上跑到下午，对、啊，4个小时以上。对呀、啊，他现在黑到发亮了。哦，摸。而且变黑之后，是不是会更吸热？因为我黑掉了，然后就开始吸热。原来是这样，很痛欸，我现在我洗澡都不敢用热水，都用温凉水。好啦，我们就再跟这一些再见了、欸、再见了。我好，没关系，我发广告，它可以安慰你可怜的心灵。那它好软啊。对，好软。好啦，就先这样吧。我只是很想跟大家讲一下最近发生的事情。没关系啊，我们会越来越好，一切会过去的。你是要击掌吗？对啊 ，OK Bros， 好啦，就这样吧。再见。然后这个其实我原本那时候我换这个键盘之后，我原本是想要把这个抽出去、欸。很多人都寄信给我说这个键盘是什么键盘啊？我原本想说抽一个观众送这个 iPad Pro， 就我现在要用又回用这个旧的，这个直接废掉了、欸。抽垃圾，我抽。哎、啊，我们抽这个坏掉。哎，现在只要在底下留言，我们就抽这个坏掉的 iPad Pro。键盘哦，它是专门为 iPad Pro 使用的哦，12.9寸的哦，原价8000多块哦，还有拥有优秀的蓝牙键盘，然后还有触控面板，而且底部我还有连那个就是笔电架，它就是你在画画的时候非常的方便，然后你如果在用桌面的时候，你也可以把它立起来。现在只要在底下留言就抽这个坏掉的 iPad Pro， 应该不会有人真的有人要抽吧？只要在底下留言说我要iPad Pro 键盘，就可以抽到这个坏掉的 iPad Pro 键盘。好，就这样子啊，大家拜拜，大家拜托米娅娜。